Hello， 今天花30秒的时间跟大家复刻一杯茶颜悦色的优拿琉璃。会要复刻这一款，因为很多人都问。来，出品杯中准备滑柠檬5颗，大概就50克，古老冰块8到9颗的样子啊。爆锤出汁，重倒15下左右。茶颜的小哥哥小姐姐是这么倒的啊，我是这样复刻过来的。搞完这个以后，先补80毫升的冰糖，200毫升的西南红茶，补老冰块至600毫升刻度线。我看到他们上面有拱形盖的话，你就补到650刻度线，使劲摇一下，也可以上奶昔机啊。这里准备一个出品杯，将摇好的茶汤倒入出品杯中，盖上盖子。这样一杯茶颜悦色的优拿琉璃就做好了。这里几个变量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大家有在选择复刻这杯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，它的茶叶选择的是西南红茶，这款西南红茶采用的是阿萨姆和西南进行拼配的。第二点，它选用的是黄柠檬加香水柠檬进行复配，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